你怕什么？我很丑吗？姑娘，你干什么？做你们男人都喜欢做的事啊！哎，姑娘，不要这样，你不可以这样。我们家姥姥说过，对待客人要热情。你不喜欢吗？ 我没试过这样。我听懂了，你没试过这样，但是不代表你不喜欢，你会喜欢的。哎，姑娘，别，不要！你好坏呀！不好意思啊，我……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 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哦，古玉，辟邪的。你拿下来给我看看。哦，给。摘下来。哦，给你。